昨晚上落那个大的雨，幸好今早上那会儿没落了。昨晚上落给我们等一下看的了。过来垮了垮了。我上去来嘛来嘛。哦，你那个是市场是你在管理的。我不管了，我不管。好。哦，那个是打电话，他们喊都是他的一些电话，我说他。啊，最后我问一下，他说那行人就叫我都跟那个师傅说了，我说干脆就在摆在打那。啊，你摆那儿就是，摆那儿就是。啊，要得要得。今天找到个最佳位置，那人流量最大。开始摆摊儿。还是老规矩，二两牛肉面蒸起。现在是七个牛肉面条。那个味道可以。开始上班了，那些老年人陆陆续续的都来了。来来来哈，人员衣服哦，搞快点哈，机会不是天天有哦。这套衣服你如果隔得见，那么你把衣服提回去，那把钱给我送来就是了。这是闰月老人家那个衣服，他买些是跟老人家相夫相照，给后人带来好天气。啊，懂得意思没得？你可以了解，划得来就买，划不来就不买。宣传到了位了，你觉得划得来就买，划不来就不买，要不要得的呢？要不要得？啥的？上有天堂，儿孙满堂，下有龙凤一对，子子孙孙荣华富贵，龙官儿的，凤官姑娘。这是不亏的，也不亏本。满了60岁的老人家都要睡，两条裤子、六件衣服、孩子、袜子、帽子、枕头、床头带线、盖底、大底、珠宝带对。哎，今天是闰月，个人要趁这个机会买起，天不天受的哈。是不是年过的过的晓得哈？哦。哎，过得了哈，10年、20年、30年你不管他，这是个老人家家寿的，给后人带来好运气。哎，山水还是值千年半，人生不要老人老要，老人家那个衣服摆得好，后人做啥子都顺利，晓不晓得？哎，全套的，跟后人说啥子都不买了哈，有了哈，齐全了哈。要说你套的衣服是几件衣服？六件衣服。你老人家的管看我们了。最短的就是50米。哦，那是裤腰带100个。这顶帽子，这顶那是都师傅，我们那里喊的叫都师傅啊。是三件衣裳的啊。哎，稍微等一下哈，这俩稍微等一下哈。孩子，啊，稍微等一下哈，这顶灰口袋，寿衣送到手，两位老人家顺顺利利活到129，要不要得？结得快，后头就发得快，亮亮看一下。漂不漂亮？尺寸长短的要不要得？那个亮亮没带钱，喊我给他送回去。过来嘛，好，把那个放起。好，谢谢。要得要得，好，慢慢的亮亮哈。啊，没有没有，慢慢来。哎呀，道歉你那份拿过了。没道歉没道歉哈。好，个人注意身体哈，亮亮。来来，婆婆慢慢的。没啥子人了，弄起手套了。哎呀，今天生意都很热闹。收摊儿回家。今天生意还可以，都要得到外头吃点儿都是的，回去懒得弄。要得。馆子还是煞气。今天都按的我12点了。对。按的这些窝干。羊肉嘛，弄一斤，把那个再弄个羊血。啊。单独跟它炒一份儿就可以了。炒份儿羊肝嘛。羊血。羊血已经汤里都不加血了嘛？啊，对对对，就是因为动手血嘛，嗯，还就是羊肉，就是羊杂和羊肉火得一斤嘛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管他的，辛苦了还是享受饭菜。要得，嗯，打饭了吗？等下来打。打饭了嘛？哎，打了饭了，先喝点那个汤。那个汤有营养哦。好舒服。俺羊血不一样的嘛，羊血哦，那是肯定的。我重庆人的话，对于麻辣来说的话，小口吃。啊。那个还是有些人怕辣的。啊，人家重庆就是越辣越有味儿啊。我妈他们重庆就受不了。有些喜欢吃辣的，有些吃了受不了。你都好，你那羊血炒得好嫩啊。啊？羊血本来就嫩的嘛。
这个是真实的李阳水，晓得吗？白毛汗水了，都是针对来的。可以。哇，吃的好饱饱。当六月天气。他只要吸点海椒都是汗水。嗯，人家说肥瘦汗的人好了不？是啊。太对。吃汗水的人有福气。命好。哎，命好。你看东北西跑。哈哈哈哈哈。东北西跑哪个都是了啊。走。是吧？可以，好嘞。好，下次再来哈，下次再来。